金丹之道，炼己为先。好汉怎么吃药？吃药。若论出身，更不够。
竟是你这猴头，刚刚与那些阴兵正打杀着，不知为何昏了神。那儿，吾乃牛魔王麾下先锋，还好未伤你性命。饶你，饶你。你的事我早有耳闻，你要寻的东西，老大王定然知道。如今山里生了妖孽，不知哪里冒出这些个阴兵，上山的关隘也被几辆棺材车拦住，冒着邪火烧牢子。我想你有些溜撒，寻个法儿把他们都拆了，如何？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是大王的孩儿炼化出来的异物，厉害得很。那车儿，它不只是阻止我等上山，我觉得其中定有蹊跷。眼下老子还得守住山门，这火焰山乱成一团，没了我可不行了。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是大王的孩儿炼化出来的。
Thank you.
山中生了变故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不想下山路上又被妖人擒住，在这丢了三日三夜。不知哪师兄来的缘法，今生得遇好哥哥，若肯舍大慈悲，救我一家老小，就算点身卖命，也要酬谢大恩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小羊叫唤起来果然高人。 人真好风流啊，比老朱更怜香惜玉。嗯，妖精，姓甚名谁？老实说来。若有半句变化，叔叔的钉耙可不长眼。哼，好险好险，
多谢恩人搭救，我是大力王的女儿，名叫平平。胡差，牛魔王何来女儿？哄骗我老猪讨打。我记得你，我母亲玉面公主就是被你所杀。母亲死后，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。铁扇公主心善，认我做了养女。后来，哥哥从南海学成回来，我们一家团聚，终于过上安宁日子。哥哥一向孝顺，对我也甚是关照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不久前他忽然性情大变，他悄悄招了火云洞的旧部过来，先是求了父亲，又困住母亲。我实在没有法子了，才跑出来搬救兵。可的一出山口，就撞进了哥哥的手下。那牛魔王神通无穷，我跟师兄两人才斗他不过。铁扇仙更有灵宝护身，怎么到了你这女怪嘴里啊？说求就求了。谁能料到自己儿子反目成仇？做父母的，谁又真的狠心对亲生孩子动手？呆子，这小狐狸哄你玩呢。你们看看这里，若不是哥哥的三昧真火，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？不好，父亲性命顷刻即休，请侯哥哥务必助我一家渡死劫难。火焰山极凶极险，这脚镣虫儿你却收好，到时自有用处。这声音耳熟得很呐，老朱，我去探探便知。来不及了，侯哥哥，我在前面带路。那位朱长老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？我且不计较从前血债，他倒好，竟还有如此大的敌意。这山里山外到处都是哥哥的手下，侯哥哥务必跟紧我。从前哥哥常与我在这山间玩耍，那六剑将还会逗我们开心。此处有洞能过，我先行，侯哥哥径自往前出去。两只脚比不过四只脚。是父亲的声音，他就在那儿。通往母亲的寝宫，她应该还在里面。母亲一向溺爱哥哥，怎肯轻易交出扇子？
另有一位高人居住，据说母亲也是母亲的故友，如能再请他出山，与我们一同劝说母亲，借出芭蕉扇的机会又能再大几分。我速去速回，猴哥哥自己当心啊。带我，猴子，冤枉！大王是大王，大王不是猴子。无妨无妨，这个那个都是麻烦。
猴子，棍子，死的，活的，大王都要。站住！大王有令，擅闯娘娘进宫者，杀！杀了我，疼一口。